剧，手游队长。如果要是有我喜欢的人的话，我还会来的。我都挺支持，但我更支持 S V。啊，我喜欢宠儿。我支持 T G S， 我非常对他们非常有信心。2017穿越火线双冠职业联赛春季赛总决赛的现场，双方是准备就绪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地图沙丘。第一时间是这样，单局的四杀，单局的一个四杀。哇！马哲先用狙。哎，老哥，哎，现场朋友，现场朋友。哎呦喂！哇！田总，又是峰哥。打掉了残血的 W Q， 还有两个满血的保卫者。马哲，又是老马。那恭喜一下 SV， 现在是一个2-0，两个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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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，TGF 慢慢的把比分拉开了，恭喜一下 TGF。 哇，一个两个已经帮队友，有人跟 A 控是帮这个 A 大了， WQ 还在两个，这个位置真的你不好说，三个很紧张。哇，这边还是宠儿都站了出来。哇，这边好打，两个残血。哇，这边又是念旧，念旧的三杀。哎，这侧身完了，又是念旧，两个念旧还在场上。铁峰二打，一打三，宠儿背身，实力还是要先运动，没办法。恭喜 SV。3-1战胜 TGF， 完成他们的三连冠。哇，真的恭喜 SV。 一点，哇，这原子也是不甘示弱，双杀三杀，哇，漂亮，三杀。对，而且是 A 大，哇，漂亮，老大哥果然套路比较深啊。这边小心，小心了，弟弟！哇，这边好深，我的天！43、44，哇，直接追回来了！44追回来了，还差三个。这边是童话斯塔尔的五杀，直接童话一个五杀，六杀，真的不好说。哇，这边有个，就是这边没事，过了！天哪！恭喜 AG！ 哇，这边直恭喜 AG！ 哇，这一波。哇，这边又一个，哇，是成都，哇，这边，哇 ，nice， 又是一个，三外又击掉了最后的原四杀。就是上局去看狙掉一个，这样童话这个狙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哇，这边包子绕后，包子绕后，双杀，这是血，但是中路没有刷屏。花花刷屏 ，SC 再次拿到刚刚的这一分，现在已经拿到这一场总决赛的赛点。是的，已经来到9分了，9-6 ，SC 现在手握三个赛点。这个地方太尴尬了，哎，进刷屏了，哇，这一哇漂亮，3-1，3-1，你值得这个不一样的，不一样了，这边这边，哇，非常的尴，最后。一枪，哇！恭喜 AG 获得2017穿越火线枪战王者职业联赛春季赛总冠军，恭喜 AG！ 恭喜！